大家好，我是尔湾的地产经纪人高燕。今天给大家报告美国著名豪宅建商托尔兄弟在尔湾大公园核心区即将开盘的新盘 Elevate。Elevate 位于大公园核心区内，对面是在尔湾的豪宅社区 Pier， 周边都是成熟社区。这个项目一共有82栋独栋别墅，每栋都是3层，5到6间卧室，5间浴室，居住面积3477到3660尺。这个新项目最大的卖点是，业主可以享受尔湾大公园地区丰富生活设施和尔湾学区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现在在实际地块现场，从这里看，马路对面尔湾的豪宅社区 Pier 的大门，这边是这个新盘正在建设的工地，这是工地的规划图。我们来到工地的大门口，这里未来也是这个社区的大门。我们从空中俯瞰一下这个新项目的位置，这片工地是这个新项目，这个位置是 Cadence Park School， 是从小学到初中的 K8 学校。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这里是尔湾的明星高中 Portola High School。 从社区大门步行到小学和初中只需要4分钟路程，从社区大门步行到高中需要14分钟，如果骑自行车仅需要4分钟。这个项目即将在今年夏季开盘，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请尽快联系我们，早做准备。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项目的户型。首先来看户型一，户型一是5到6间卧室，3477尺，一进门是一个3层楼高的气派的门厅。这个设计类似于托尔兄弟在森林湖的一个户型，客厅是2层楼20尺高的一个气派的客厅。喜欢很气派挑高客厅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户型。一楼有1间卧室，2楼有主卧和其他2间卧室，3楼有第5间卧室和家庭活动房，这个房间可以改为第6间卧室，还有一个有屋顶的大阳台。我们再来看看户型二，3620尺，客厅是2层楼20尺高，1楼有1间卧室，2楼有主卧室和2间卧室。户型二的主卧室天花板有接近20尺高，喜欢高挑空主卧室的客人可以选择户型二。3层有第5间卧室和家庭活动房，这个房间可以改做第6间卧室，还有一个有屋顶的大阳台。我们来看户型三，户型三是3660尺，客厅是2层楼20尺高，1楼有1间卧室，2楼有主卧室和2间卧室，3层有第5间卧室和家庭活动房，这个房间可以改做第6间卧室，还有一个有屋顶的大阳台。这个项目的 HOA 是$235一个月，大公园区域的地税是1.8%，请感兴趣的朋友尽快联系我们，仅有82栋，我们可以提前给大家做准备。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燕，我们认真专注，是房产投资的好助手，我们反应迅速，排忧解难总在您左右，大家如有房产需求请联系我。